的名叫纳达莎，从马来西亚。他这里呀、啊，很多人啊，你可以解释给我们，好像介绍给我们吗？你是做什么什么名牌？啊，我们是口粮科技有限公司的，这个我们主要经营的话是，盒子啊、雾化器啊、烟油啊都有。各种各样都有是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是我们新出的133的这个一个新款产品，这个它有最新的，大家都最期待的一些功能啊，都具备，比如说曲线调节啊、任意调节一些新的功能，包括它的耐用度，上面的话也有一些可更换的一些配件，比如说你的这个接口如果坏的话。也可以更换，然后的话，它在双电这个盒子里面的话，也比较小巧，没有那么大，然后呢，配色也比较好，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新产品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先生。